谢谢啊，哎，感谢啊，啊，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。没错，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。什么您呢？对嘴相声。哎呀，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，嚯，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。啊啊，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，我们叫大群嘴。嚯，我们那叫单口相声、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。您看看，啊啊，愿意跟您聊天吧？是吗？严谨，哎，对，严谨，对对。您说话啊，不将就，哎，这说话不能将就，任何事儿也是做事不将就，没错。我真是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很主要，哎，任何事情都要严谨。对，以前呢，嗯，我说实话，那时候穷啊，没钱。哎呦，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。是，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，嗯嗯，20年前，哦，自己一个人来天津。是，哎呦，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啊啊，孤独、寂寞、冷、嘚瑟、抽搐、徘徊、彷徨。刘老师，嗯，穿件衣服啊，我也没光着来呀。你怎么这样呢？这心情啊，啊啊啊，心情啊，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。没错，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，嗯嗯，困难呐。哎，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，啊，我们那叫背心儿。哎，对，背心儿啊，背心儿，嗯嗯，20块钱90件。对，哟，等会儿吧，真的，老板赔死了，知道吗？没有，就这人家还赚呢。啊啊，这么便宜？这上面都写着农药。啊，化肥，麻袋片子是吗？哎呀，没钱呐，呵，没条件，什么都得将就，对对吧？嗯嗯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怎么着？有钱了，哦，挣钱了，通过努力，通过相声，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，稍微挣了点小钱，生活好，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，哦，比您肯定是强了，比您就是怎么说呢？谦虚点说吧，您在我眼里，啥也不是。啊，话糙理也糙，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跟你比了吗？有钱，什么人呢？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，嗯，就在玩的有品位的，玩的有品位。哎，您看买什么豪车呀、游艇啊，没意思了，那都没意思，没意思了。那您现在玩精神上的，精神上的文化的什么呀？品茶。嚯，你会品茶？哎，品茶讲究了啊啊！品茶，你看各位朋友啊。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，哎，我买几千块钱茶叶，这茶能喝出好来啊？是不对哦，真正品茶，你想品好了，啊，品的是水。别说，哎，冲您这个懂茶，讲究吧？讲究，讲究什么水呀？嗯嗯，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，露水，自来水不就结了吗？自来水没味儿啊，讲究的叫天上之水。嚯，哎，从天上降下来的水啊，露水采摘啊啊，哎，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，是带着花香。对对对，天上之水没错，拿这个自来水不行。哦，但我喝茶量大呀，是露水盯不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喝天上之水啊啊，敢下暴雨啊，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，大水管子楼，大水管子啊，哗，往外冲，大水管子哗。哎呀，洗澡啊，水别浪费了，背心脱下来拧里，嚯，哎，哎呀，天上之水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就您这个太脏了，还不如我们那自来水了，知道吗？您得讲究，讲究什么呀？您这属于将就，啊，您知道吧？哎，而且这个茶，茶的器具也讲究，什么器具？您得拿那个汝窑，哦哦，您别拿那搪瓷缸子，完了，是，哎，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，嗯嗯，您看这个茶呀。您比如说红茶，就是80度水，80度。哎，您烧开了泡不对了，怎么呢？烧开了，您再泡这个茶，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。哦，砸糊了。哎，啊，对了，你怎么80度啊？怎么80度？您倒的时候这水抻起来，啊，走。哦，哎，品味。哦，就这一下就80度。走，水80度。您别说，真讲究，啊。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，我发现了，啊啊，这个统一呀，啊，啊，比康师傅好。对。统一甜，它能兑好几次。等会儿吧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冰红茶是吗？啊，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？刘老师，您得穷成什么样了？这得，您不懂，啊，您那属于蛤蟆跳井，不懂不懂啊！这什么俏皮话啊？您真是这个茶，您就得这么喝啊啊！还有就是玩香，
玩香。哎，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。还会玩香道，必须的。啊 啊！点着一支香，闻着香味冥想，哎，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。是，闻这个香。啊啊，这个东西也奢侈。哦，品牌，品牌，咱玩的都是品牌的。不是，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？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。哦，咱玩都玩品牌，大品牌叫雷达。哎，咱来这个香。哎，刘老师，哎，您点的是蚊香是吗？闻着嘛，闻着的香，但我那个是老的。哦，还是过期的蚊香。您这什么话呢？这是好家伙，雨冲的冰红茶，闻着过期的蚊香。嘿，您别将就。是啊，这还不将就吗？就那过期的蚊香，除了呛你，蚊子都呛不着，知道吗？不，您这话说抬杠。那我再说扇子，玩扇子，玩过扇子，一般人玩得起吗？那玩不起。扇子玩不起吧？讲究啊！各位知道了，那书生才玩呢。啊，对呀，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，是那没有点文化底蕴的玩得了吗？玩不了啊！我玩扇子，你玩这个？玩扇子讲究，怕得拿脸盘，朋友。啊，对，手都糙，拿脸盘，对不对？啊，没错，咱玩过这个。嚯！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，啊，扇子不能吹干，怎么着？您得阴干它，讲究。对吧？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。对吧？对。怎么叫阴干呢？怎么阴干？您得摁三档。摁，哎，三档哇转起来，一档太慢了，三档哇转起来，这就阴干了吗？刘老师，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？老的。哦，您盘的还是铁叶子，没给盘出锈来是吗？啊？不是抬杠吗？你在这儿？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！您这三样玩过吧，兄弟？我没玩过这个。别说那没用的，哎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体育运动，来各位朋友，体育运动我说出来，各位朋友，实话实说都明白。高尔夫，哎呀，高尔夫，行，咋的？我行，您怎么了？这是高尔夫玩过吗？这没玩过。进去过吗？没有。你进门，我告诉你，就你这身份进门，人家放棒棒咬你。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？里边高尔夫到这高尔夫，我打高尔夫，各位朋友，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。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，人家有专业的衣服啊。对，都有专业的服装。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。法国定制？法国定制打高尔夫啊，亮片大褂。什么亮片大褂？哎呀，刘老师，您等会儿，哎，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？这什么话的？这是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？你别整那没用的。啊，高尔夫这人家穿，而且人家有裤子啊，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。呵，我那都是定制的。啊，香奈儿网眼儿的。什么网眼儿的运动裤？网眼儿运动裤，白色网眼儿。哎，咱来这个。哎呀，那再呲腿毛，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。您这都什么话呢？这您玩过您穿的什么呀？您玩过吗？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玩过吗？我没玩过您这个。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！这都什么俏皮话呢？您咱说心里话，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。怎么鞋？我告诉你各位，就这鞋不行。哦，这鞋啃不住草。哦，抓不住地，滑。嗯，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？什么？小人字拖。穿小人字拖，贴脚心，嘿，小人字拖，哎，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，哦，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，它能啃住草，就哎，拖在这儿啃，呵，啃住草，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，我啃的好，哎呀，我嘎往这一站，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，好，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？哎，你别说的没用，就叭这一杆下去，我这脚啊，嘎就这么一抬呀，那草皮让我掀出4米多高，嚯，都能拽出7八条蚯蚓来。哎呀，哎，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，哎呀，那小蚯蚓都揉眼睛，哎呀，天怎么亮了？不是，您等会儿吧，蚯蚓有手吗？它就揉啊，它这个蚯蚓它也没眼睛啊。那你说他干嘛呢？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！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你啊，你就不用在这这么嘲笑我。嗯，我就买房，懂吗？买过房，买房了吗？我马上要买啊！马上买房，你跟我道喜道喜。怎么着？买房也有讲究，真的。买房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学问最大了。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，您赶紧跟我道一道，我教您。成，刘老师，哎，您教教我这个，教教我这个。您比如说啊，买房，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，哦，一层别买。为什么呀？一层，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啊，啪
啪啪往下扔东西，你受不了。哎，没错，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。对呀、啊，一层别买。对，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？二层别买。为什么呀？二层你看，一层没事儿，二层反地沟味儿。哦，反味儿。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，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，好嘛，地沟味儿上来，一家人影响健康。嗯，有道理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什么？顶层别买。这是怎么呢？顶层啊，潮。哦。而且它容易漏。哎，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，懂啊？也没法买。没错，最主要的是啊，嗯、就跟你说吧，怎么着？你记住了，最主要啊，一层、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那是别墅，嗯、你买不起。我去你的吧！谢谢赵老师，谢谢赵老师。